敌鬼眼第一时间交出来，打断了一下踩雷飞剑，这个踩雷飞剑要躲啊，要用命拆一半，但是直接被苏木给杀死两个，有一个人了，但是拆一半，哦呦，面的位置都能出来。鬼眼，哦，踢雷是在加阿阳，收益很高，萨拉左右都有人，又出位置，都把你差一点创造奇迹。是看着对方全程封锁触发宇宙分裂连接，再想回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脚闪硬波，浩东知道必同有一个阿阳，一个瞬间的闪神杀，阿阳又是一个三杀，帮助队伍创造了人数优势，而且已经结束了，感觉要12-5赛点到手，看两边的位置都要看，压力非常大，而且的话还给了一些烟让你压缩一个站位的位置，经典已经贴到了，打掉一个，哇 ，Smoky， 这是什么呀？绝处逢生 ，Smoky， 他是用一把飞将顶住了对方两人的回防，而且这是一个名牌位置的飞将。我再次 A 小的一个潜顶，这个闪交的位置非常不错，主播回中路，哎呀，康康，全面封锁也放下来，哇，这真的是已经给予了对手足够的尊重了。是的，中路，但是康康反应好快，两发子弹，这点哇，康康火力。哇，康康当时真的好冷静啊，两发打完之后直接贴出高火力去耗了，哇，不好意思，康康这个残局还被他打明白了，康康这名选手真的是一滴滴的关键先生。